好，来，文英，我们开始。好好，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房间。COEC 投资理财教育学院是一个专注于投资理财教育的非盈利组织。那在这边先有一个免责说明，投资需要自行负责，所有今天讨论的资讯仅供大家参考，而非投资建议。那我们这个房间都会在每周六的亚洲时间晚上10点，美西时间早上7点的时候开播。如果你今天听完我们的房间，喜欢我们的话，你可以关注老师的 Clubhouse 的账号，也就是左上角这个蓝色的头像，点进去，按关注，每周的这个时候都会收到来自 Clubhouse 的通知。那或者是你也可以在 YouTube、Bilibili、Spotify、Podcast 等地方搜寻 COEC 投资理财教学 Wealthy Investing， 也可以找到老师的文章。那这边也跟大家说一下，所有朋友，如果你有任何的就是内容想要讨论或发问的话，可以按右下角的这个举手上来发问。那举手上来之后，我们会按照顺序让各位去开麦发言，由左至右，由上而下的按照顺序去回答问题。如果你后面还有超过三个人以上在等候的话，那每一个人先问一个问题。那当然如果没有的话，就是你目前在上面只有你一个人两三个人以内的话，你可以把你今天准备的问题都问完。那问完之后你的问题结束了，换到下一个人的时候，我们会把你放回听众席。那如果你有问题的话，非常欢迎你可以随时举手上来发问。那这边的话是非常推荐大家，就是我们希望可以我们希望可以透过就是这个房间，可以让大家可以对于投资理财等等的观念有一些交流讨论跟发问。所以如果有一些之前问过的问题的话，我们会指引你到就是相关的可能之前的一些影片啊可以去看。但是如果新的问题的话，我们也都非常欢迎大家进来讨论，每周都会有新进来的人，所以我们都一直会欢迎大家一起加入我们。那 James 老师在这边有什么会需要补充的吗？好，那我还是比较 formal 的免责声明了哈。我们所有的影片都是仅供参考，也是我们个人投资经验的分享啊，并会一个投资建议。我们本身也不是专业的投资顾问，所以影片的内容言论都是仅为了教育目的，并非投资建议。所有的投资决定还是依据个人的研究，而不是我们的言论。投资风险还是很高了哈，短期你的亏损可能也会很大。如果你没办法承受一些短期市场的下跌，那你的就要注意你的是不是适合投资。那因为市场如果真的泡沫来临的时候，资产下跌 70% 也是有可能的了哈。你可以说它几率不高，可是历史上也曾经发生过。所以投资还是需谨慎，投资者要先了解投资才能开始进行投资，要自行决定自行负责。好，那一样的，我一开始还是跟大家分享一些投资的观念的。在市场上最佳的操作就是不操作，最佳的策略就是有钱就买，买进指数基金长期持有，打死不卖，这就是最佳的操作。当然很多投资者会想要利用操作来赚更多的钱，但是这些短线的操作者可能也会真的赚到钱，但是大家都没有理解什么是投资回报率跟资产回报率。举个例子来说，如果一个有100万资金的人，那可是他是做期权，那他用2000块的期权赚了500块，那投资回报率其实 ROI 看起来就是2000块赚500块，看起来就是赚了 25%。 但是如果你是想想看，这个人是有100万资金的人，他只赚500块的话， ROE 就只有是0.005了哈，那这个就是非常低的回报率啊。我们你用500块除以100万，
那你就会发现你的 0.5%、哦、不是 0.005 是 0.5%、哦啊、你的回报 ROE 就是、哦、0.05%、哦、但是如果是我们全仓完全投资的，我们常说全仓大家要注意的就是说你可以投资的资金、哦、不是说你所有的钱，是我们讲过你可以投资的资金。当然很多退休的你没有 pledge 没有借款，那你就得留个两三年的现金，那当然就会降低你的 ROE 了。那我们谈说如果全仓的人他赚 1% 的话，那100万 ROI 跟 ROE 都一样、啊、他因为全仓嘛，这个 ROE equity 就给你那个，那就是 1%， 那100万的 1% 就是1万块嘛。那对于投资短线操作或期权能赚500块，他得连续做20次对，那才能跟长期投资者的 ROE 来相比。所以巴菲特说，如果投资只看一个数字的话，那就是看 ROE 了。所以长期以来都证明所有的操作者的 ROE 都打不赢买进指数长期持有的绩效。可是很奇怪啦，就是还是很多人、哦、为什么还是很多人会做操作这个动作，其实就是因为贪婪，想要他认为他这个操作应该会赚过比这个指数还好，这个就是有点过度自信、哦、那所有的操作都来自于贪婪跟恐惧。有些人想要买低卖高，或者是用期权赚免费的午餐，最终他的长期资本回报率还是输过买进指数长期持有的回报率。会这样操作的人就是有点贪婪，贪婪的心态，过度自信的心态。有些人因为市场下跌精神开始紧张，发现自己之前的持股部位太高，那我们当然说你留钱就买进，可是有时候 一跌下去、哦、是会损失蛮多资金的。那有的人甚至有的人去融资，当然在市场上融资是一种自杀行为了，我们是认为不可取。那因为市场下跌你精神开始紧张压力开始增大，你可能就需要调整你的风险，降低持股，卖出持股，这样的操作就是来自于恐惧。但是有时候你为了降低风险做的一点减码的动作让你心情好过一点，这也是必要的。虽然是因为你之前没有经历过下跌，所以你不知道你自己的风险承受度，那你买的太多了，等到市场下跌你才发现有这个问题，那你有几种做法，就是看提早减码让你自己持股降低，或者是未来市场涨上来了，那你要记得就是把持股稍微调整一下，适合你的精神状态或者是你个人的投资素质。虽然市场都证明所有的操作都是无效的，但是投资者有时候还是会有操作，想要操作，这是源自于我们人类动物性的本能、啊、古时候打猎你如果看到老虎不跑的话，那你应该这个人的基因应该都不存在，所以一般人类都是会想要躲避短期的风险，一有风吹草动就会赶快躲起来，所以这个是很多人想要操作躲避风险的一大主因，就是人类动物性的本能。那操作的本质其实无法增加你的获利，然后但是有时候你会感觉到抚慰到你的心灵，满足人类遗传的动物本能，就是躲避风险。我们人类这种躲避风险的本能其实不利投资，但是就是操作错误跟正确的几率各半，结果你操作下去之后你又得烦恼接下来要怎么办，那增加了你的心灵上的折磨，所以操作其实真的无助于投资了。所以还是继续建议大家要买进持有打死不卖，这是最佳的策略，这是最佳的策略。
有些人基于市场下跌遭受的压力超过自己之前的想象，因为可能没有这么大量的投资过，所以市场下跌他才发现自己无法承受这么大的压力，那就减码，那降低风险，这是必要的操作，但是绝对不要想象说你这样操作会增加你的获利而想要做买低卖高的动作，而应该想象你操作能够让你睡得好吃得好没烦恼的方向去前进，这才是达到真正你说要调整仓位的目的，而不是期望买低卖高或者是经过操作而增加获利。我常常讲就是我们投资不需要暴赚，我们要稳赚就好，就稳稳慢慢的赚，这就是我们要做的。再来就是股市没有师傅，你的问题是没有标准答案的，所以有时候投资者会听一些投资建议，在网络上问一些投资的问题，那当然网络上的朋友啦 Clubhouse 很多热心的朋友都会提供建议跟回答，但是无论这个建议无论你的操作好坏，你都要问自己，你为什么会相信这个人所给你的建议操作？如果是你自己相信的，那无论操作好坏应该都是要自己承受，因为你相信他人的建议也是你自己做的决定。你如果是不相信，那当然他所做的建议就根本就不存在吧，也没什么好坏。那一般人问人家投资建议通常就是自己不甚理解，如果你是用一种学习的心态，就是说哎，我想多知道这方面的知识，那你懂得问问题的话，那询问你所不知道的事，这个是非常的棒，也是一种学习。那我们在这里 Clubhouse 每个礼拜回答大家的问题，大家不要担心，你有什么问题都问，我不会认为就是说你不要去限制你的问题，你有问题就问，我们大家一起学习。可是你要知道就是说你询问的问题你就自己学习成长，自己思考判断，才能成为你自己的实力跟能力。如果直接问个股标的，像在网络上很多人就会想要问啊，我这个股票要不要卖，我这个股票什么时候买啊，要不要这个时候进啊，哪一只股票可以买，哪一只股票可以卖啊，什么价位可以买啊，等等，其实都没有意义，因为单纯的买进卖出你问了也没用，因为所有的答案都五五开 50% 根本没办法增加你的获利，那你得一直问一直问一直问，那你这辈子就问不完了。所以如果对自己的持股有信心的人，当然你问人家做什么你自己有信心嘛，如果你对自己的持股都没有信心，那当初你为什么会买进，这就要问自己了。就算人家给你的建议也不会增加或减少你的持股信心嘛，因为如果你受人家影响，那你这个投资就不是你自己的，而且所有的人的建议都可能误导你，本来你的做的投资 很好好的，结果因为市场的下跌还有很多危言耸听，结果就误导了你，本来长线的你又开始操作了。因为这些人他很好心的给你建议，可是你要知道他不是你，钱是你的不是他的，对投资标的不理解，如果市场下跌你要开始失去信心，又要开始问人家，无论市场是涨啦，无论市场是跌啦，你就会一直问下去，那这样子你在投资路上就好像一个浮云啦，你会漂浮在这个没办法脚踏实地，你会觉得很不实在，这就没办法赚钱。所以投资问买卖啊，或者这个好不好，增加只会增加你的操作，降低回报率，除非你自己有定见。所以投资指数基金，你就可以减少这类的问题。所以投资除了要靠自己努力学习之外，一般的投资者想要无为的投资法，就是你真的不要也不用学了，那你就只好就只要买进指数，长期持有打死不卖，这就不用问别人，也没什么事好做了。可是也不是说没事做，因为投资最难的是在于你要理解市场，而且接受
相信市场长期永远是持续上涨，涨不停。市场30年、40年、50年都只会上涨。只要你心理训练好，也接受市场短期会有下跌的时候，接受市场短期的下跌，忍受市场短期的下跌，那你就可以享受长期丰厚的回报。其实你其余的就不用学习，你只要相信上面这些事，你就不用学习，你就买进持有就好了，忽略所有市场的资讯，长期投资的心态才不会受到影响，这是一般人都可以成功的方式。所以我们一直在宣导的就是这种投资方式了。那当然我们这里就是给大家问问题，大家一起讨论的，所以你也不用担心说在这里问问题我们会有会很努力的回答你们，任何简单的问题再简单我们都会很精细的回答大家，好不好？那我今天的开场先这样子做，花了15分钟。好，那文彦交给你。 好，谢谢老师，谢谢老师。那在我刚刚看到在那个 Room Chat 里面有一些朋友已经有发问了，等一下我会一一念出来。然后在这边鼓励大家，如果您是方便开麦说话的话，我们非常非常欢迎你可以上来举手上来发问，因为就是每一个人的问题都有自带的一些自己的背景，所以如果可以让我们比较好回答你的问题的话，有时候我们会问，例如说，哎，你人是在哪里？然后你可能简单的就是大概您愿意分享的一个背景是什么？那我们就会根据你的背景去回答。那就是如果接下来的朋友有任何的问题的话，都可以按右下角这个举手上来。那我先从就是第一个刚才一开始就有发问的这个 Kent 的问题开始，就是 Kent 应该是在加拿大，他想要问的是为什么就是 QQC.F 是比 ZQQ 还要好呢？就是他想要询问这个问题。嗯，谢谢。也没有说比较好了，就是说 QQC 就是指数基金嘛，哈。那 ZQQ 是 hedge 的，所以有些人在一般账户投资 ZQQ 的话，因为是 hedge 的，所以 hedge 的时候有时候它会有汇率的操作，那汇率操作如果有赚钱的话，他会给你一个税单，说你今年的有操作的 capital gain 是多少。那其实你会发现，你的 ZQQ 根本没有卖，那怎么会有 capital gain 呢？那就是因为他做的currency 就是加币跟美元的这个避险，所以造成你有 capital gain。 那 capital gain 他也没有发给你，他只是要你去缴税了，因为他这个 ETF 不想缴税嘛，他就让你去缴税，那你赚的汇率就会补上你的 ETF 的净值里面去，所以你什么也没拿到，可是你就是要缴税，这就是 ZQQ 不好的地方。那你用 QQC 就不要避险嘛，反正汇率涨涨跌跌就不要管它，那你就不会有那个 capital gain 白缴的税，好不好？这是 ZQQ 跟QQC 的不一样，所以我们是建议 QQC 没有货币避险的。好，谢谢。好，谢谢老师。那我们接下来是第二个问题，因为这位朋友他不方便说话，就是宜轩吧。他说他已经跟着老师就是跟着老师上次说的，已经把全部的00757都转成00662。然后他现在的00662有488张都在远大证券抵押贷款，结果昨天晚上就是远大说优惠利率 1.88% 要调涨，说现在市面都是 6.25%， 会试着帮他去跟总行申请好一点的汇率，但不保证会跟以前一样。 那因为这位朋友他没有正职工作，现在都是靠00662在过日子，所以也想要跟老师求救，或是其他大家都可以去跟他说，就是目前有哪一些更就是跟 1.88 一样持平或更好优惠的利率。然后他人目前是在台湾，然后也让就是所有今天听众的朋友也知道，谢谢。最近利息是有往上调是没错了，那你之前 1.88 是很好的利率，那你现在往上调
我不觉得应该调到六点多，六点多实在太高了，你就不应该接。那我有回答他了，你写 email 给我好了。那我们有朋友可能有在银行的，可以看看询价一下，询问一下看不能再低一点嘛。虽然1.88不能做得到，2点多应该是还有了哈。所以呀，这个我有跟他讲过，那他应该会写 email 给我就好了。好，谢谢老师。然后我们这边一样，就是老样子，因为我们这个Clubhouse 它在人多的时候，有时候人是没有办法，就是很顺利的在第一时间把你拉上来。那也请就是这边目前有两位朋友，一个是 Patty， 然后一位是那个 Sep Chen。那如果我们没有把你成功拉上来的话，要麻烦你强制退出这个 app， 再重新加入到这个房间，然后再举手上来。又或者是如果你刚好其实不是那么容易不方便说话的话，你也可以把你的问题写在那个 room chat 里面，然后我们会念出来，方便你跟老师这边沟通。然后等到这个 app 随时 OK 的话，我会一直会把你拉上来的。Patty 已经上来了，那可以请您可以直接发问，谢谢。请问是我吗？对的，请说。可以，请说。我听 James 老师的讲课已经有一段时间了，非常非常认同 James 老师的观点，给我很多的 support。但是我现在有一个问题，是如果我理解 QQQ 和 TQQ 之间的区别，但是我愿意承担这个风险，我能够忍受 TQQ 这个这么大的波动率，我也能够 hold 不放，那我也能投资 TQQ 取代 QQQ 吗？不可以了哈，这个大家都认为我可以承受，可是通常是不可以承受。而且那个下 TQQ 下跌的速度是非常的快，所以这不是不建议而已，而且我应该强烈的禁止你做这个事。因为你 TQQ 如果只是用 1%、2%， 那当然这个根本对你的整个 ROE 资产回报率没有影响太大。可是你如果大部位是用 TQQ 的话，那你那个下跌的速度会非常的吓人哈，是从 TQQ 剩90块已经跌到跌破30块了，那你要知道你已经1/3的资产都不见了，那人家才 20%， 你已经1/3都不见了，那你我不认为需要承受这种风险。如果我的回答都是强烈禁止啊，这个是我的回答。我们稳赚就好，不用暴赚啊，了解吗？而且市场跌了那么多，你的 TQQ 要回来也得很长的时间了，所以不见得会比较好。好，我知道了，因为它跌3倍，那我也理解，等明天涨，它也是3倍的往上涨。是啊，如果我有吃饭的钱，我不用卖股票，所以我一直它跌我就看着它跌，它总有像您说的总有一天会涨回来吧。是没错，可是问题就是你要知道你 QQQ 跌到100块跌到500块50块跌掉一半，你的 TQQ 可能已经跌掉剩8块，那50块开始涨1% 是涨5块，你的8块 1% 只涨 0.8， 你要慢慢爬才能爬回原点，你了解这意思吗？假设都从100块跌下来的话， QQQ 跌 50%， 你的 TQQ 可能只剩10块钱，那开始大家开始往上跑的时候，虽然 QQQ 是用 1% 在跑，可是它每次涨5块再来就涨5块51% 1% 就 10% 这样涨，那你就 10% 也才8毛钱，也是就是你很慢，你要爬到100块的时候你要超过100块超过 QQQ 的话，你甚至要2倍的时间你才回得去了，不是说它跑得快就会涨得快，因为你的本最后只剩10块钱而已嘛。
OK， 我理解了。嗯，好。理解了，我 OK。啊，我有时间问第二个问题吗？啊，可以，您说。Yeah， 我看了 James 老师的一篇文章，因为我现在正在考虑买 Life Insurance， 但是这篇文章是非常坚决的 against 不要买这个 Life Insurance。所以，但是这篇文章的 link 在Facebook， 我没有办法看见。James 老师，我有什么办法能够读一下整个您整个文章吗？你是指哪个文章？讲什么的？就是说 Life Insurance， 好像说您的一个学生啊，好像以前是从事 Life Insurance 的，然后他现在就说金盆洗手不干了。然后他就告诉我们很多，就是说里面的内幕了。就是说一般来说的话，就是说预警我们这是很危险的，因为他这个 return 从 0.25 到 7%， 但是他给我们算的话，精算师给我们算的话都按照 7% 算的，但是长期如果 stay 在 0.25 的话，就是说这个policy 会一直会要投钱投钱，就会变成很恐怖。对，你文章没看过吗？没看过，我就看不到这个整个文章，我只是能看这么几句话的 summary。等一下有人找到文章的时候贴到留言板好不好？好的，太谢谢太谢谢。好，我的问题完了，谢谢您。好，谢谢 Patty。 那我们先把你拉回那个听众席。我发个言好吗？啊，请说。哎，两点。第一个，我非常感谢老师这么久一直给我的信息，让我对这个股市的认识，然后才会在这次大跌的过程中心如止水。真是心如止水。我说我要是遇到我原来的心境的话，我不知道慌到哪儿去了。我现在一点波动都没有。就是源于我一直在思考，这是源于什么呢？就是源于老师一直在灌输这个信息。什么叫投资？投资就是投我们人类产值的增长。那么这个历史就往上后面看，把历史拉长一点，这个历史总会上去的。未来总会上去的，历史也是这么说明的。还有一个，我曾经看过一本书，有一个大的投资家，他曾经说过一句，就是美联储自己都不知道明天他是否加息还是降息，所以现在这个市场跟着那个美联储上上下下，就是很不值了。咱们投资人来说，长线投资人来说是很不值哈。第二个问题就是刚才那位女士想说的这个七什么东西，在于你涨就是用杠杆嘛，你涨我涨，你跌我跌，跌的多一点而已哈。他可能的基点就是，反正跌呢我能够承受多跌一点，涨呢我就很好了，我就多涨一点。但是实际上这个股市啊，这个投资的那个盈利的话，不在于你短暂的涨跌。而在于有那么一点，然后去做那个 compound interest， 就是有那么一点做这个复利。那你要是用了杠杆的话，那你要等到爬起来，那爬起来之后再去涨复利的话，你就比别人慢了一步。那么就所以说巴菲特说的呢，就是永远不要亏本。第二点最重要的是记住第一点。所以在这个股市上能够不亏本，能够少赚是最好的。是最好的投资方式，这就是我的最近时间的理解，谢谢。谢谢 Man， 谢谢 Man 的分享。那 James 老师，我们先换那个 Terry， 是不是有个 Terry？ 对的，好嘞，对的 ，Terry， 如果你在的话，可以直接开麦发问，谢谢。好，谢谢 James 老师，谢谢主持人哈。
James 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怎么看今年的这个回或者是回调也好，或者是那个熊市也好，今天好像那个 QQQ 的话好像也跌了30%了哈。那么那个好像我记得那个2000年是跌的更多，还有50%多，那个就是2008年那个时候好像也只有30%，包括那个 COVID 的话也只有30%。那么这次2022年好像跌的幅度好像和前两次已经差不多。那个你看着和有什么这个一些这个解释的原因啊，或者说这一次和前几次的这种大跌有什么不一样，或者是怎么样，可以听听你的见解吗？谢谢。Yeah, 我想这是大家一直都在询问的问题了。那我跟大家讲，就是说市场的下跌，像这次的下跌就是大家惊恐，就是殖利率要升利息了嘛，还有再来就是通膨嘛，这个都是就是围绕着这个加息，那估值重新就是估值的问题嘛。那你要知道就是说08年的时候，当然是一开始是估值的修正，之后因为碰到了雷曼兄弟，还有就是次贷风暴，整个金融业断裂，所以造成它的下跌，其实是下跌 50%。 所以如果只是因为估值高，利息升涨，估值高，它会下跌，可是就不会像08年那么深了。这个通常那样子的下跌能够达到 23-25%， 应该就是到达了一个估值修正的地步了嘛。这个就是在估值修正上面会达到的满足点。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说我们这次的修正不会比08年来的高了。当然我讲的话就是说原因背上是没有其他另外意外，像次贷风暴它除了估值以外，因为那个时候利息06年07年的通膨也是蛮严重的，利息也一直在升到08年的时候，那就刺激了整个房地产的泡沫，那市场就有了修正。那本来修正差不多跌到这个，比如说跌到08年9月啦，就差不多了。可是后来因为多跌了一大段，多跌了一大段是因为整个金融银行都快崩盘了，银行都快倒闭了，那是因为金融业的断裂的危机。所以理论上本来2008年到9月应该就照roughly 估计就应该满足点到了，可是后来就雷曼崩盘了，雷曼倒了，结果又多跌了一半，所以本来20%-25%后来跌了 50%。 巴菲特在 SPY 90块的时候，他就说这个市场已经浮现出价值了所以如果从估值来说，08年那个时候估值来说的话，在SBI 在90块的时候，就是10月那个时候，他巴菲特就开始进场买进了哈，那个就是估值合理的时候，所以他修正的话就是从这个150修正到这个96，就150修正到100块，那差不多就是 30% 这是很正常的修正。那巴菲特就开始买进，那就是从估值的角度。那后来是因为又有金融泡沫，然后银行都快倒闭了，所以又多跌了一段。所以我们这一次的估值如果是照估值来算的话，那离这里已经不远了。
离这里已经不远了，所以这是从跟零八年的比较，跟两千年的比较是两千年所有的公司都是没赚钱的，连营业额都没有，那它的跌幅就比较深，尤其高科技就跌幅跌了 70%、就是、那现在不可同日而语了，那个时候的估值是零啊，几乎都是亏钱的，没有一家赚钱的，可是所以跌下来就跌很深，它可以从高点120块跌到剩下最低点跌到20块、那你就知道120块跌到20块几乎就是把100块去掉，所以我常常讲说如果在修正的时候空壳公司就很像你在网络上很多毛票，你如果最高点110块的话，你几乎可以把那个100拿掉剩下10块，所以投资要有价值，你单图一个 毛票公司，你在跟人家跟风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全部的小数点都要往前移一个一点或两点、所以不要去贪图那个毛票或者是投机，那你投资 QQQ 的话，这些公司都是有获利的，所以它不可能不会发生2008年那种下跌 50% 状况，应该很少，除非我们未来碰到一件跟银行资金链断裂一样的风暴，除非有那个事情发生，我们不知道、除非有那样发生、那不然的话估值修正完了，利息已经知道也就涨，就是这样子了、所以这些都已知了，那你就会发现市场会慢慢接受这些事实，那没有不确定性，那只要有一点点好消息，比如说这个美国国防部长跟苏联的国防部长通电话了，比如说拜登可能要降低中国关税了，要压低通膨了，只要一些好的消息，那就会把这个市场的情绪、就会有可能改变、所以大家要知道就是说现在所有的状况是不是都已知了，那接下来的没有更坏的消息了，那只要有一点点好消息市场应该就止跌了、这是我的预估啦，但当然如果还有一个 surprise 这个苏俄丢个核弹啊，那个我们就不是我们在预期范围内的、好不好 Terry 我这样回答不知道清不清楚、对，谢谢 Jim、很有帮助，谢谢你。好，那我们谢谢 Terry、好的，刚才那个刚才有位朋友问的那个关于TQQQ 跟 QQQ 的差别的话，我们有已经有热心的朋友在群里面在那个 room chat 里面回答了，大可以再看一下，然后包含就是不可以买保险的的 link， 我们也那个 Facebook 的文章 link 我们也放在了 room chat 里面，也在请刚才发问的朋友可以仔细看一下，应该会对你们有帮助。那在等待其他人上来，有一位 Tony 已经上来发问了，上来了，如果您在的话可以直接开麦发问，谢谢。哎，听得见吗？可以，请说。哎 ，James 老师，我想问一个问题，是有关那个 RSU 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公司，以前它只是发 RSU， 就是然后四年嘛 ，vested period 四年，每年给一些，但今年呢，它突然就是说，你可以选这个 RSU， 也可以选择 cash， 我们公司一般就是那种也是 Silicon Valley 的公司，但是它不是那种特别有名的，但是。现在还没有，就是他那个 earning 还没有赚钱，但是大概有很多客户，就我，当我年纪也不小了，50了，我就不知道是选这种 cash 好呢，还是选这种 RCU 好，根据你的经验。你就直接 cash 吧，因为你选 RCU 的话， okay. 你还没 realize， 就还得先去缴个税 ，AMT 的税，很多麻烦事，就转成 cash、开始一样来缴税啊，对，可是你就是当做 income 缴税嘛，那你那个 AMT 的税就是你还没卖要先缴一个税，那你如果去卖了那就跟你的 cash 是一样的嘛，对啊，那你还没卖都得先去缴一笔税，那以后还得慢慢把它退税，麻烦了。
好吧。而且你只有你的公司的股票还有风险，就是、你了解了吗？就是有个赌的在那里。对，那你就把它拿 cash 当做你的 income， 那去买 QQQ 就好了，你就安枕无忧了。Okay, okay. 对，我也是这样想。哦，谢谢，谢谢你啊。谢谢 Tony， 然后谢谢 James 老师。下一位是 Wendy， Wendy 如果您在的话可以直接开麦发问，谢谢。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说现在跌了这么六个星期了，应该有一点反弹。我就是一直hold着那个 Tesla， 我一直觉得它的基本面不错的，应该不会这么跌下去，所以我一直都hold着，结果是从1080一直hold下来的，hold到现在的。那我现在是把 Tesla 出掉，然后去买那种半导体那个，趁这波反弹就说赚回一点呢，还是说继续拿着 Tesla 呢？谢谢。不要动、哦、所有的操作你若不要动、你所有的操作都不会增加你的获利，你没有人会知道半导体会比 Tesla 好、哦、不知道 你动了反而没有好处了，所以除非你要移到 QQQ， 不然你买了就买了吧，不要动。不要动，但是不要动呢，还蛮难过的。就是他们一直在讲嘛，有一些人讲，就说会跌到500，会跌到400的。那你刚刚有没有听我前半段在讲的？外面的，哎，好，没关系，外面所讲的你都不要听。嗯、你有你自己的部位，他们讲的他们不是你，他们可以怎么讲都可以，可是你不要信。对，但是我开始会怀疑自己的想法了，是吧？就是跌得这么惨的时候，我就开始怀疑自己想法了。对、对对对，那我就叫你不要听，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传，所以你不要听就好了。你叫当作他们也都不知道，那他们讲的你就不要理他们就好了。这只有长线投资者你要训练的，就是非礼勿听，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传，什么都不知道你就不会有这种担心了。那你要坚信你所投资的。对，但是我开始怀疑我自己了，那么市场都已经跟我说这个股票不值钱了。那可是半导体也是跌的歪七扭八，没有跌的比特斯拉少啊。对，但是如果这波上去的话，因为半导体那些应该会上的比较安稳一点吧。你看特斯拉如果上的话，现在不是它估值过高吗？那可能它上的就不会那么多，是不是？你如果觉得特斯拉估值高，你要懂什么是估值啊。嗯哼嗯哼，对啊，那你怎么算特斯拉的估值，这是你要学的。对，我就去算它的 PEG。对，那你的 PE 是多少？它的 PE 是100多嘛，它的 PEG 是30多嘛，那这样算的话，那就可能真的是高了。但是如果你想起它是一个有会发展机器人的一个科技啊，还有它又是个保险公司啊，这些东西算进去呢，我倒觉得它还是有前进的。好，所以我就你不要去你的鸡哈，你鸡是用别人的鸡啊，你要自己有自己的 growth。 那特斯拉的 quarterly earning growth 是 657%， 等于涨六倍。那你觉得它涨太多了，那就涨 100% 好，把它除以6，本来涨6倍的，你把它当作只涨一倍的话， PEG 也是有1而已啊。嗯，现在 PEG 是 2.9 吧。对嘛， 2.9 是因为你的 G 是用别人的 G 嘛。嗯嗯，你现在 PE 是100嘛，那你 100如果给它除以100，那不就剩下1了吗？你 PEG 现在 1.71 是因为人家的成长率是用可能你看看它的成长率是用多少才会变成 1.7， 是100除以 1.7， 它用58嘛，58 PEG 1.7 嘛，
58.7 嘛，那你觉得 1.7 好不好呢？我现在心里很乱了，知道吧？对，我知道。从7月份开始我很相信它，一直到现在开始就不敢相信了。好，那我跟你讲 Apple 的 PEG 2.66 了。Apple 有 cash 啊，它没有啊。哎，这个 cash 不是你投资 growth 想需要考虑的。嗯嗯。对 ，Apple 的 PEG 2.66，所以如果照这个来讲的话，我是这两个比较哈，我没有说鼓励大家去投资特斯拉，所以你如果跟 Apple 比较，它没有比 Apple 差，那你去跑去你一个完全 semiconductor， 我不认为那是对的方式了。你如果要换到 QQQ， 当然是一个 OK， 我们一直全力都是建议大家不要 touch 个股嘛，你还是买 QQQ 就好了嘛。那你说要换到类股去，那你也脱不了你的怀疑啦。等到你到了半导体，那半导体又开始下跌，人家又说半导体怎么样怎么样，你永远都在受人家的影响，这不好，这投资对你来讲没有好处。永远你所有的投资都永远有人给你唱衰，你只要它一下跌都唱衰的人就会很多，你就会相信，那你永远都在杀低。对对对，然后如果现在就是说这一波反弹应该做 QQQ 还是做 TQQQ 这样子呢？你不要 TQQQ 了，你如果就这样要换，你现在不要动，你就不要动就对了，嘿，你不要动，真的不要动，不要动哦，对，不要动，就不要看它，不要看它，不要听，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传，嗯，那些人讲的都是报纸看的，人家讲的，他来传给你，就是用鹦鹉的方式传给你嘛。嗯，那你怎么看呢，老师？看什么？看特斯拉，你怎么看？如果照 PEG 来看，它没有什么不好啊，它已经跌到这种程度，跟 Apple 比起来，它也没什么不好啊。如果你觉得 Apple 很好的话，那我就觉得特斯拉没有比它差。嗯。好，谢谢老师。我在这里还是因为针对这个问题，所以我回答 Wendy， 可是我没有鼓励大家要买个股，大家记得哈。那你们已经买个股的，你们要学会估值。我们有一个课程，安博士教的估值，大家去学。你学会了估值之后，你就知道这个时候便不便宜啊。哦，了解了吗？我常常讲估值的话，特斯拉你看估值它赚多少，它赚7.4毛，7.4毛，那它成长率不要说 100% 啦，它不要说 600%， 它 100% 的话，那三年乘上2，它三年后会赚59块，60块，那60块现在769除以60块， PE 才12而已啊，三年后特斯拉的 PE 才12而已。我没有鼓励大家买特斯拉了，我只是说至少你要知道懂一点估值的计算，你才抱得住你的股票了，那你也才不会去买到毛票，或者买到一些投机股啊，这样懂了吗？嗯，你会算估值。还有另外一个我在担心什么吗？担心什么？我在担心就是说很多车现在不是很多电车都出来了吗，可能他就没有这种地位了。还是第二个就是说他在 各地方都设厂嘛，那各地方设厂的时候他的知识可能就会流失，对吧？你不用管那么多，因为那个计算都不是，而且这个市场这么大，让特斯拉维持 50% 以上的成长率是轻而易举的事。嗯，好，谢谢老师。好，我没有鼓励大家买特斯拉啦，可是 Wendy 我是不希望就是说大家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去随便乱换股票或乱操作了。这个是我是给大家一个观念，就是不要听风就是雨，不要听外面那些 很热心的朋友给你一些资讯，那他们也是从报章杂志或者哪些分析师听来的转给你听嘛。那可是我们投资还是要回归于估值嘛，基本面，所以你要会算基本面，这很重要，你才能够抱得住握得紧，你才能选到真正有价值的股票。
那你如果没有这个能力，那我是完全建议大家都买指数就好 ，QQQ 就可以了。所以为什么我一直建议大家 QQQ？ 因为你们个股就会碰到很多外面的热心人士给你恐怖的言论，那你就抱不住，那这个等于赚不到。就算他会赚十倍、一百倍，你也赚不到，因为中途你就会下车。那与其这样子上上下下，不如就报指数就好。虽然赚的没有个股那么爆发力强，可是就是可以稳赚嘛。哦，这是我们的建议。哎，这样子哈。好 ，Wendy， 我给你的回答是这样。谢谢老师。嗯，谢谢老，谢谢老师，谢谢 Wendy。嗯，然后老师那个刚才有一个朋友在群里面问到说，请问估值课程在哪里可以学？然后补充一下，我已经把这个估值的这个讲座，就是之前老师刚才提到，就是安博士的那个讲座，已经放到 Room Chat 里面，就是大家可以长按复制这个这个 YouTube 的 link， 然后等一下稍晚可以晚点加入一起看。然后也提到，就是刚才就是蛮多人都有问说，到底要不要转从 QQQ 转 TQQQ， 还有一些到底这个钱到底要放多少这个问题。那我记得 James 老师之前有说过，就是好像有提供一个比例，是说哎，我们手上的资金以及就是我们放入市场上的资金有一个配额。那老师这边可不可以再针对这个对今天的一些朋友补充啊？谢谢。好。假设你是没有借款的话，那你就是完全没有借款，那你就是你也是退休了这样子的人，那你我们通常就是估市场可能会下跌差不多一年半嘛，哦，那再往上拉上去，所以前后差不多三年。所以假设你都没有其他的现金来源或者收入，那你也不用股票质押借款，那你就现金流你就会比较紧。那我是建议你能够留两到三年的生活费。好，这是一般的人，退休的人。那如果你是上班族，因为你有上班嘛，所以你只要留半年到一年的生活费就好了。那你有上班，所以如果一失业，至少有一年的时间让你找到另外一个工作。再来就是，假设你资产比较多，不管你是退休或者是还在上班，你资产比较多的，那你因为股票质押，那你都是用借钱来过日子的话，那你就可以不用留现金，因为质押的 理财型的贷款就是用多少算多少利息，那个就是你的现金流，所以你就不用留现金了，你大部分都是欠债过日子。哦，就是这样子。所以我想三个状况嘛，一个是退休你没有股票质押的，你差不多留三年两到三年的生活费。你若有上班的，那你留个半年到一年的生活费。如果你有质押的，那你的质押的金额够大，那你应该是不用留现金的。好，这是我跟大家再稍微解释一下，哦，你应该要留多少现金。那还是依照个人的风险承受度啦，你有的人觉得三年还不够，我要留五年，当然你可以啊，那可是你的 ROE 就会降低嘛，哦，这个大家要注意。当你想要降低风险，你一定会降低回报率的，哦，这个是正常的这个观念，哦，那你冒大的风险有可能会有大的回报，可是冒大风险不见得一定有回报，大家要记得这件事情。你越保守降低风险是必然，你越激进回报率不见得会增加，哦，大家要注意这件事情。好，下往下，谢谢。好，谢谢老师。那刚才稍等一下，刚才有一个 James， 另一位 James 他在群里面问到的是有建议小朋友的那个学费也是用 Pledge Account 去支付吗？谢谢。我是这么建议，用 Pledge Account 去支付就好了，因为你一定还有上班，你应该还有上班，所以你不要用你的钱去支付学费，你还有上班，你用 Pledge 的钱去支付学费，这是很好的，因为它的利息还比学贷低嘛，
好，谢谢老师。那接下来其他的朋友们也非常欢迎你们可以随时举手上来发问。那在等待大家发问的时间，因为有些朋友是中途才加入的，那这边我们也在就是重新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个 CLEC 投资理财教育学院是我们这个房间的就是我是我们这个房间后面的一个非盈利的组织，然后我们是专注于就是投资理财教育的这些内容。那我们所有的今天的讨论都是仅供参考而非投资建议，因为投资是需要自行负责的。但是如果你们是从事比较目前是从事比较大的一些投资的方式的话，我们还是会依照我们个人的角度去跟你们分享我们的看法。那也非常欢迎就是之前有一些朋友上来发问的，或是想要上来交流的，都可以随时按就是右下角的这个举手的这个按钮，然后我们都可以随时拉你上来一起讨论。那如果你今天是第一次加入我们的房间的话，你也很喜欢我们房间的内容，你可以按左上角这个蓝色的头像点进去按关注，那每周的这个时候都会收到来自 Clubhouse 的通知。那或者你也可以在 YouTube、Bilibili、Spotify、Podcast 等等地方找到我们，然后 Facebook 上面也可以去搜寻，就是 Wealthy in 50，都可以找到老师就是分享的一些文章。然后我们pin在上面的这个 link 是那个我们会非常推荐你们，就是在刚进入这个房间，等一下会后你们可以在YouTube 里面看的一个那个影片，它叫做价值一亿元的投资人生讲座。那就是基本上老师的精华都已经放在里面了，也希望大家看完之后可以想想，也可以慢慢的去了解我们分享的一些理念是什么。那刚才老师，我们再回到刚才那位朋友问的问题是说，他在问说买了 QQ 以后如果转给小孩，那税务的方面还要怎么处理，那债务的部分也会一起转过去吗？谢谢。是的，你有资产有2000万，你的债务800万，你的净值遗产就是1800万、你有2000万扣掉800万的负债，那你就是有1200万的遗产净值、这是在美国、在美国。台湾的话好像不能把债务，银行会叫你结清了才会是就是才能够转给小孩，这是不太一样的。台湾好像这样，你们要去跟台湾的朋友要去跟台湾的银行问一下，我问过的是他会要你结清，你人走了那小孩子要去结清、就是这样子。好像台湾，我不知道台湾的房地产还有贷款，那爸爸走了还有房地产，那这个小孩子怎么处理呢？是要把贷款还掉再重新贷款呢，还是说直接把贷款转到孩子身上？这个我也不清楚、这个比较税务专业的问题，可能你们还再去问专业的人员，好不好？台湾的朋友。好，谢谢老师。那刚才有一位 Eugene 他在那个 Room Chat 里面问到说，如果工作可以留一年左右的生活费，有建议这部分的资金可以摆在哪里比较理想呢？另外如果每个月的资金会建议拿多少的比率来投资，会觉得是比较适当的？谢谢老师。你如果已经留一年的现金，比如说你在美国你就有10万块，你就留着不动，那你生活费用剩下就可以投啊，你就那10万块永远不动啊，那你就现金一直摆着，那你的薪水 扣掉生活费之后剩下的比如说1800，那你就1800就一直投下去啊，那十万块就不动嘛，就是这样子。那十万块没什么好投资的啦，就摆着吧，你就因为你就用定存，等下定存又要突然要钱要解约太麻烦了，就顶多也赚到 1% 而已，那个没1000块钱不值得去把你的子弹锁起来啊，临时你要动用，你突然失业马上要动用啊，你又在定存，你又要去解定存，有的人连定存怎么卖都还不知道怎么卖，所以就没什么所以你就留现金吧，放在 saving account 就好了。好，谢谢老师。那其他的朋友如果有任何的疑问也可以举手上来发问，那所有的 moderator 如果有想分享的也可以随时就是开麦与我们分享，然后我们也希望这个讨论可以一直延续下去，让不同的朋友可以上来一起就是
发问，然后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自己的抛砖引玉，让大家可以更能够知道我们 这些分享的理念与概念。那我再抛一个老问题，就是提供给老师，因为有时候我们这个房间里面有些人可能也在一个可能青壮年的状态，常常会有买房子的压力。那对此老师是怎么看的？然后老师自己是怎么做的？谢谢。刚刚那个现金的部位哈，那在美国的话是在 Chasra 它是有 Money Market，Money Market 其实等同现金的，那不太会有损失。那你买 Money Market， 那你可是你要用钱的时候记得要卖掉。Money Market 也像是一种 mutual fund 哈，你要买了，那你要卖的时候也要去卖，比如说你要卖800块、1000块，你得去卖，卖完之后现金才会出来，有这个麻烦的。那当然它也有一些回报。买房子，买房子，我是如果我们谈投资回报率，房子是不好的投资了。好，那所以如果我们只是谈投资的话，那房子不是好投资啊。很多有房子经验，如果搞过房子搞很久的人，那就知道，你可不可能到80、90岁还在搞三栋房子的出租哈，还有修缮，到最后你退休没有现金流，你要卖房子还得缴一半的税哦。那最后日子没有比较，没有比说你的买 QQQ。的你把 QQQ 当不动产也是很好那它没有管理费，也没有 property tax， 什么都没有，没有 maintenance fee， 可是它就是有现金流，它可以养你一辈子比房子好很多，很简单处理到了老了之后，现金流，我们人跟公司一样，现金流很重要，没有现金流会倒的有现金流才是能够活的这是房子跟股票不太一样的地方好，谢谢谢谢老师。那也想要再继续询问，就是因为其实我们在做这一些就是投资理财，也是希望可以帮助我们自己可以早点就是早点出了就是劳工的这个圈圈里面。那老师之前也常常在影片上面提到说，我们最终是要成为资本家，那不是只是单纯作为一个劳工。那对此老师对于这个看法，可不可以再分享一下给我们大家？因为应该大家目前很多人应该都是还有在上班的，或者是在公司体制内的，那老师可以对此这个做一些分享吗？谢谢。大家知道就是说，你如果都完全不懂投资的，老师你没有开麦，你们如果都没有投资，大家都没有不懂投资的话，那你会发现就算到了最后，很多人就是有300万美金，那一年要花10万，300万也只能花30年了。那你60岁65岁退休，你就保证你95岁 会离开，你跟你老婆两个都要离开，你都保证你30年后两个人都离开。那可是如果到了85岁你们两个还健健康康的，我看到大家85岁都很好，那到时候怎么办你会吓死所以我们的投资理财方式就是希望大家在不需要花很多时间的情况之下，也不用学太多东西的情况之下，你的资金可以慢慢累积，而且永远用不完，无论你活到几岁。所以如果你提早退休的人，假设你一年用10万，你如果已经累积到有300万的350万的，那你就可以退休了，就可以提早退休了，就算你是35岁你就可以退休了。那你说不行，我要过15万一个月的一年的日子，15万美金，那你就赚到500万，那你就算不管你是什么年纪，你是35岁、45岁、55岁，只要你有500万美金，那你就可以退休啦你就不需要受到工作的束缚，你的人生就自由了。那可是你就算有了500万，你还想你喜欢你的工作，你继续工作，你不用为五斗米折腰，也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所以为什么大家一定要懂得投资？
哦，你还可以买到自由，懂了吗？那你至于自由的，你还要继续上班，还是你想要过你想要过的日子，那是另外一回事。至少你还有选择的余地，了解了吗？哦，所以一定要投资，你才能买回你的自由。哦，这是我为什么建议大家要做好投资理财规划。哦，好，谢谢。好，谢谢老师的分享。然后刚才在就 Room Chat 里面有一个朋友询问说，因为他是第一次加入这个房间，他想要问就是 QQQ 的股息这么低，怎么能够产生足够的现金流？是退休后开始慢慢卖吗？谢谢老师。你若是美国的人的话，你又不懂得股票质押的话，那你就卖吧，每年卖 3% 来过日子，当然你卖了要缴税。所以你要学会把你的股票去质押，借钱过日子，借钱不用缴税。所以你自己的鸡每年下12颗蛋，因为它涨 12%， 你把人家鸡杀了，只要付人家两个蛋或三颗蛋，那你还会多赚很多。哦，所以先投资吧。你们很多人就是还不懂这个，还没退休了，没关系，你就先投资，之后你就多看我们的影片。那我们影片有教大家如何做股票质押嘛，那等到你退休的时候过股票质押，那你就可以借钱过日子，你也不用卖股票缴税。哦，那这样子就是最好的一个投资理财的操作，好不好？哦，你如果打 Pledge SS9 哦，Charshop 这边就有一些资讯让你看一下，或网络让你去测试一下，应该就可以得到一些资讯。哦，好，谢谢老师。那下一位的朋友是上面这上面已经有一位是 L 酱，如果您在的话可以直接开麦发问，谢谢。这个，哎，你好，哎，那个，谢谢主持人，James 老师好，我是 AO， 一直听您的讲座很受益，谢谢您在这里。我的问题是这样，是关于到底留多少那个就是说紧急备用金一个家庭的问题。是这样，最近我看您前几天在那个股市下行的比较厉害的时候，您发在 Facebook 上发了一个那个就说贴了一段文字。就是说是您建议，就是说工作的人应该放半年的那个紧急备用金，然后呢，如果是退休人员应该放三年的紧急备用金。就说我是这样，因为我有一些那个，我现在有一些就困惑是这样。我记得我听那个 Jim 老师的讲座，或者有时候去 Jim 和 Mike 的房间听他们大家的讨论，您的这个观念，就是 Pledge 的这个观念，我得到了一个 impression， 就是说我的 impression 是说，就是说如果我们做了 pledge， 然后呢，而且我们能够保证我们的那个用度呢是在这个就说是 20% 的total asset， 然后再减去10万的情况下面，我们就不需要再在银行里再放比如说半年或者三个月的那个或者说是三年的这个紧急备用金了。所以呢，我觉得我是，然后呢，因为看了那个 Jim 老师的这个帖子呢，我又好像又跟我的 impression 有点不太一样，所以希望那个 James 老师能够在这里那个就说clarification 一下。然后另外我看大家留言好像确实那个在 chat 洞里面很多人都对这个到底要放多少紧急备用金不是特别清楚，所以希望 James 老师能够再讲一讲。好，谢谢您。好，假设你有300万，那你可以最高的额度你可以借7321210万，你不能把210万都拿出来用了，你一拿出来用市场跌掉了，跌了 30%， 你就会被银行把股票拍卖掉，他把自己的钱拿走了，你就破产了。那你如果说哦，那我们常常讲就是市场跌 70% 的时候，那你的资产剩多少？那你的资产剩90万，300万剩90万。那90万的时候，你的 pledge 的额度就只剩下63万，差不多5，对，就是63万。
那你当初三百万，你说我用20%，那你用60万，那你的 pledge 的额度就满了嘛，对不对？就几乎满了嘛，对不对？所以你三百万质押，你马上用60万把它拿出来用，这也不可取了，因为等于你也不能再继续用下去了。你再用下去，市场跌70%，你就有风险了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说最高上限是到20%，那可是你最好不要一开始就把20%再拿进去投资。很多朋友就把20%再拿丢进去投资，那市场跌，如果现在下跌，他的压力就很大，他就很怕跌掉超过70%，那他就破产了。所以我们的建议就是说，你质押完之后，你最多一年就拿3%出来用，那这样会比较安全，慢慢用。那这样会市场跟着慢慢涨，那你慢慢用，那比较不容易 touch 到那 20%， 那这样子会是比较好的状况。也这个回答我不知道，这样子你清楚吗？哎，谢谢 James 老的回答。是这样，我再把我的问题细化一下，就用您刚才的这个例子，对吧？就是说，那也就是说，那个如果是300万的资金，然后呢，我根据20%减10万，那我只要用在60万到50万之间，我应该没有危险，我的用度，总共用度只要在50万到60万之间，那么我就不就风险就基本上没有风险。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我还需要在我的银行里再放，比如说半年的生活费吗？作为紧急备用金呢？还是不需要了？你如果一开始就把它用到60万的话，那你就不能再用了，对不对？对，那如果我根本就没有用了，你说根本没有用的话，那你就每年用3%。对，然后在这种我每年用3%的情况下，我还需要在我的银行账户里，我是说那个放，比如说三年，如果我退休了，我放三年的生活费，不需要。你的现金来源就是从 pledge 的那个 available credit 来的，所以你不需要留现金的。对，那我就明白了。那谢谢您的 clarification。嗯、对，我就是那个看了您最近的在 Facebook 就是说贴在community 里面贴的那个贴的，所以我有一些不太清楚的地方。谢谢您的 clarification。对，我常常讲嘛，我刚刚不是讲三种状况嘛，一种就是都没有做 pledge 的，那你是已经退休的，那你就要拿三年的紧急备用金留现金，你都没有做 pledge 的，你还有上班的，那你就留半年到一年的紧急备用金。如果你有 pledge 的人，那你只要每年只会用它 3% 的话，那你什么你都不用留现金的，因为你就是借钱过日子的。谢谢 James 老师。好，谢谢 AO。 下一位是 Lena 如果您在的话可以直接开麦发问，谢谢。这位 Lena Song， 如果您在的话，可以开麦发问。开麦的话，用右下角的这个麦克风的键。那好，没关系，我们先换到下一位 Kyle。Kyle， 如果您在的话，可以直接开麦发问，谢谢。哎，老师你好，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我在330块的时候买了大概100万的 QQQ， 那我目前今年是40岁。那依照 QQQ， 假设我用比较低的报酬去算是 10% 每年的年化，那到我65岁退休，我基本上会有1000万左右。那1000万左右，我如果说我质押每年 3% 拿出来用，那我到时候要怎么去还款呢？是要卖股票去还这个质押的费用，还是怎么样？你在美国吗？对不对？我在美国。对，那 pledge 的话不用还了，你连利息也不用还了，它会一直滚进去就好了。OK， 所以质押是我跟他借 3% 出来，那我就完全不用动，我就每年一直固定提 3% 这样的意思吗？是。OK， 好，那我的问题。你现在1000万退休，那你每年可以拿30万来用。那过了几年，你的资产变成1500万，那你应该可以用45万了。OK， 好，你可以跟着你的资产增加，提升你的生活品质。好，谢谢老师。好，谢谢 Kyle， 也谢谢 James 老师。
然后我们再问一下 Lena， 如果Lena 在吗 ？Lena Stone， 如果您在的话，可以直接开麦发问。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会把你移到听众席。如果您有问题的话，可以再上来发问。嗯，好，那没关系，我们先我们先让 Wendy 发问好了。Wendy， 如果你在的话，可以直接开麦，谢谢。老师，其实我问一个问题啊，如果你看到它是下行的过程中啊。就以特斯拉来做一个 example 哈，一个例子哈，在下行的过程中，当时它在下行的时候，我都跟几个老师都商量过，他们都说不要动。其实当时，然后我后来下来很多的时候，我实在受不了，我就把它卖掉先。但卖掉之后心里好难受，马上又买回来。但是如果我们从理性来看啊，如果我们看到它在下行的渠道上，为什么就说不割肉先出来，等到它再低一些再买回去呢？好，你要记得哈，操作我们刚刚讲过，操作不会让你有多余利润，你想要卖高买低是不可能的任务了。所以你在做一件你太过自信的事，就是你认为你卖掉之后股票会跌下去，其实有时候你卖掉刚好股票就会涨上去。所以你要知道说你持有的是什么东西。假设你今天给我一个说你持有的是一个 XYZ， 那根本是没有价值的垃圾股，那我当然就会叫你卖掉啊，对不对？那今天特斯拉啦、 Apple 啦、这个 Microsoft 啦，这些股票这个都是有基本面，而且我们都可以算出估值的，那这个其实除非它基本面有改变，不然的话它的股价不是你应该介意的事情。不要因为股价下跌而卖，或者不要因为股价上涨而卖，因为你的投资是很长久的，你是跟着这个电动车的成长继续成长的。嗯嗯嗯，所以你想要做操作说，哎，我高点为什么它下跌的时候不先割肉，等到低点再买？你若割在700块，那你就不是割在地板上吗？割在680不就割在地板上？你本来又680，人家跟你讲说还会跌到500啊，那结果你割好了，就算你割到720，你觉得很高兴它跌到680，你680扎个眼还没买进来的时候它已经变750了，那你不就是白忙一场嘛，还对不对？没，不要想要去做卖高买低或者买低卖高的动作，那个是不可能的任务了。当然很多技术高超的人做得到，可是不是你，你都还会问人家的话，那代表就不是你。嗯嗯嗯嗯嗯，还有另外一个，我有一些资金可以继续进场去做事情，然后我在想就是说设止损。然后像特斯拉这些这样的股票，我就不知道怎么设止损。它的那个，它每一天的那个 ATR 好大哦，的波动性好大，所以我不知道怎么去设止损。我们长期投资者不设止损，假设你设止损说跌 10% 就卖掉的话，你永远都是亏 10% 了，所以不要设止损。那你不要再投资特斯拉的，你应该投资 QQQ。QQQ 的话你就有持有很好的股票啊，你也是变转一个方向，只有特斯拉 4% 啊，你有 10% 的 Microsoft， 12% 的 Apple， 你还有 Amazon， 你还有 Google， 还有什么 Costco， 还有 Pepsi， 你有好多好公司啊，你 QQQ 就好了嘛，什么都不用担心，也不用问人家，你也不用担心这个公司营业好不好啊。所以为什么我说大家都应该投资 QQQ， 尽量减少个股的烦恼了。嗯嗯，但是现在已经跌了这么多，现在只是一个反弹，是不是还会继续往下跌？为什么现在是个好时机去买 QQQ 呢？市场已经打八折了，当然很好啊。嗯，你打八折你是怎么算的，老师？就从408跌到现在300，不是打多少折了？不止八折了吧？嗯嗯嗯。市场打折， okay， 你们都会去抢衣服的，为什么市场打了折不会去买呢？因为一个熊市来说，它应该跌50%吧才停吧。那你怎么知道现在是熊市呢？因为现在资金收紧的话，很多资金都外撤了嘛，对不对？那是你认为嘛？
那可是是股价不是跟着你认为而走，大家都太过自信。那我一开场白也讲过，如果这市场现在已经跌掉 26%QQQ， 如果正常的话，如果没有在另外这个 苏联丢核子弹的话，还有就是没有08年的银行破产的话，这个再跌的几率我不是说没有，可是满足点应该也就在这附近了吧，如果照正常的估值修正的话。你去看 Apple 的估值，你看特斯拉估值都很便宜啊，你现在买不会买到贵的啦，买你只捡到便宜，没就算市场会跌你还是买到便宜的。就像是08年巴菲特在90块的 SPY 的时候，他就说好便宜，赶快大家赶快进去买，那虽然市场还会有继续下跌，可是那时候的90块现在400多，有90块是不是还是真的捡到便宜了，对不对？所以不要去管市场会不会再跌，或者是这里是不是底都不重要，这个东西便不便宜才重要。如果现在对未来来讲300块 QQQ 很便宜的话，那就买吧。你如果不买还在那边担心的话，你可能就买不到，说不定现在就开始往上涨也不一定啊，当然现在往下跌有可能，可是你要知道投资去猜未来是上涨或下跌不重要，你要知道十年之后你会赚钱就好了。好，谢谢老师。所以眼光放远一点，十年后 QQQ 如果是3000块的话，你现在买300块不是赚翻了吗？对对，谢谢。十年后再来论英雄。好，那我们谢谢 Wendy， 谢谢 James 老师。下一位是韦，韦，如果你在的话可以直接开麦发问，谢谢。James 你好。James， 我想问你个问题啊，你认为我们现在美国的经济在属于哪一个经济周期的 cycle？ 因为现在很多在讲一个，有些人说是 inflation 通胀，也有人认为下一个美国会进入滞胀的阶段。那 James 老师，从经济整个美国 cycle 的角度，你觉得美国经济现在处于哪一个阶段是合理的？现在，你为什么需要知道这个事情？因为美国经济 cycle 其实是每隔多少年，这一直都会来的一个经济 cycle。其实从复苏衰退，其实至少 no matter what， 其实经济 cycle 每多少年都是会一直能转的，这也是一个经济规律嘛。所以说，你知道今天的在什么 cycle， 当然你也可以预测未来的三五年这个美国经济的走向是怎么样。这还是有点用处的，不能说一点用处没有。这好啊，那你如果有用处的话，你想做什么？你想卖掉啊，在低点买，或者是你现在多买，你是想操作嘛，对不对？没有，不是想 James， 我不想操作。当然我 at least 每个人都包括对自己退休以后的 planning 很多都是会有点关联性的，特别在今年在 close for three retire age 的人来说，那当然他对自己的规划还是会有点关系的，因为这个在美国不同的经济发展的阶段，他的肯定回报率都是不一样的，这肯定是不一样的。对，所以为我就是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不需要管经济 cycle， 你只要你如果是退休的，你资金够多了你就安全了，你如果资金不够多，就算现在是 uptrend 的话你也是有风险。假设你只有100万，你要过10万的日子，那什么样的经济状况再怎么样不明，你也不够你用。所以重点不是在于说你要现在知道什么经济 cycle， 如果知道什么经济 cycle 就可以投资的话，那投资回报率最高的应该是经济学家了。可是你也知道是不对嘛，不是嘛，一般经济学家都是很穷嘛。那既然是这样子，对我们投资没有帮助的事就不用花时间。当然为我知道你认为就是投资好像需要知道些什么，我也觉得你也可以去研究，可是我的结论就是研究那个对投资一点帮助都没有，研究那个对你一点风险控管一点帮助都没有，这是我的认为啦。那我不知道你认为知道那个有帮助，那
我就不知道怎么解释为什么经济学家都没赚到钱这件事情。我这杰姆老师，这点我对你有不同意见。我认为一个人学习是好的东西，不是说我投资对什么都不用学，那一个人也不要上大学了，上大学没有错，不能说学习没有，但是不是说这肯定意义关联，学了就肯定能发财，这也不能说。那你我也不能讲 professor 为什么他不是 billionaire， 这些人都是很笨，这个也是不对的，这个不能这样来讲这个问题。那最至于退休以后，你跟老师讲资金够不够是可遇不可求的。我也希望现在是 billionaire， 但这个是可遇不可求的。但是有一件事可以做的，就是在不同的阶段对市场的回报率，从历史上来讲它有一个比较合理的回报率。那对每个人，对，因为我听到很多人在前面一再讲，就是 QQQ 啊 12% 15% 啊，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算出来的，我真不知道怎么算出来。因为从我们很多人算，从 QQQ 从1999年开始将近100块到现在300块，23年去算一下，每个人回家可以算一下，我不知道这个实际是怎么算出来的。 OK， 但是我觉得一点就是说，在不同的阶段，当然有些阶段增长快，有些阶段增长慢，都是有的。但是这个我觉得 overall 有一些劳累，我只想听你老师认为，如果老师觉得这个经济 cycle 对这个整个投资是一点关联性都没有的，我因为我认同，因为前面老师讲30年的 period， 你如果你讲30年 period doesn't matter， 我同意。但是你如果讲5年10年的 period， 那当然 it does matter， OK， 这当然对你投资回报肯定是有关联性的，来这个。我就讲到这里吧。那个喂，我跟你讲哦，你如果觉得 QQQ 不是那么稳当的话，那你用 SPY 好了嘛 ？SPY 至少有100年嘛 ，SP500 嘛，啊，这样好不好？那就是 10% 嘛，你这不会不会同意这个事情？我同意。哦，对嘛，我同意，对嘛？那你觉得 QQQ 你不太信任，那你就可以投资 SPY 啊，没问题啊，就 10% 嘛。那依据 10% 你来估计，我们绝对不会，我从来不会跟大家谈三年五年的，我们谈的是30年的。哦，那如果我们谈到30年的话，所以我们的投资不是给说很想学习的人，我们投资教育就是给所有都，你可以都完全不懂，完全不知道，你只要知道说30年的投资年化报酬应该接近10。这样就可以了，你只要知道这一点，那你相信他就可以投资了，什么都不用学。这是我给所有的人大家都做得到的方式。可是我这种方式不适合很多投机者，或者是很多想要短线操作的，或者是想要赚的比 10% 更高的人，那我的投资方法不适合你。因为我们就是赚的就是标准的指数回报率，不会比那个高。那所以你只要不求比 10% 高的话，那你什么事都可以不用做，没问题啊。我也是不是这样子？对，我理解，因为 Jim 老师，因为我知道你现在每个月有很多课程啊，所以这也就是以前，比如说以前你在印度也是教育我们也是一样嘛。其实我觉得这些课程也是非常有用的来。当然，你也可以说投资 QQQ 三十年根本不需要学这东西，但是这些课程也能增加很多人。投资的他的一些理念啊 knowledge， 我觉得这些东西是非常非常 powerful 的这个 knowledge。 我觉得因为我记得以前杰姆老师你也讲过景气循环，也有专门课程叫专门讲景气循环的，所以我就想 reflection 问一下，因为时间很久了，这个你如因为你也上这个，所以你应该有这方面的 knowledge 去告诉我。但是我没有说这个跟股票之间关联性，但是对我们需要有些人需要有些 knowledge 的话，我觉得杰姆老师你如果能提出一些东西，那对我们也是有帮助的。是那个你就来上课嘛，反正我们的课你也有来上啊，你也有来上嘛，所以你来上课你就会学到了。我们教学只是让大家知道这些知识，可是我要教你们就是这些知识不会帮助你有多余利润的，这个是我的目的。好，谢谢 James 老师。对，大家可以多学没问题。所以为什么我会开课，就像这一周我们有技术分析啊，我们也有技术分析买卖点了，大家都可以来学。可是学完了之后，至少你们知道外面那些人在讲什么，那你至少不会被他们糊弄了。那之后再来说，你学到的这些东西会不会让你的投资有多余的利润？以我的经验是微乎其微了，哦，微乎其微，所以我才会用完全都不要动，这样子就可以得到 10% 回报。就好了。
你要多于 10%， 多 even 比多 10% 多 1% 都是相当艰巨的事情，那你要花很多时间，还不见得达得到，说不定还会比 10% 的回报还低。与其这样子，不如就不用了，甚至你的课也不用来上，我也不觉得有什么好上的。可是有些人就，我们既然都有这些知识，我当然教给大家。那教给大家，可是我不是说这些知识就可以帮助你比指数回报高 ，no。至少你可以判断外面人在讲什么，他们讲的对不对，讲的有没有效，他们的技术分析这样做对不对。那这样子技术分析你都比他高干了，你都做不到可以做得很好的，那他们给你的建议那当然就不足以听信。我们所上的课只是让你抵御外面的一些言论而已啦，让你的这个防御能力免疫力更强而已，而不是说让你能够比指数回报更高的回报率，这个我们都没有这种期望。我们教课只是让你对于外面的风风雨雨所有的分析你自己都会算估值的，你自己都会看 K 线的，你自己都可以知道景气循环的，那外面你都比他们强了，他们讲什么你都知道，你就不用问他们了，那你在这做看，那你如果能够超越指数的回报率当然很不错。那我的30年经验是告诉我很难这样子哈，喂，我是跟你讲，那当然你们来上课，喂，你也上过那么多年的课了，所以你应该可以自己判断你的知识能不能超越指数回报嘛。那如果可以的话，当然很棒啊。那如果不可以也没关系啊，那就指数回报就是安稳的回报就好了嘛。哦，那我是教大家所有的人都做得到的，就是可以取得指数的回报，那这个就够我们富有了。好，就是这样子的目的。好，好，谢谢 James 老师，我问题回答了。好，谢谢。嗯，谢谢喂。下一位是 Lena， 如果你在的话，可以开麦发问，然后麦克风是在右下角的地方。嗯，我来帮他开好了。好像不能帮他开。Lena， 如果你在的话，可以开麦发问，就是你按右下角的地方可以看到那个麦克风的按钮，然后如果你不会操作的话没关系，就是还是你可以在就是 room chat 里面打字，那我们看到的话会按照你的问题去回答。那我们先把你拉到听众席，那你可以把你的问题用打字的打在 room chat 里面。那下一位是 Eugene， 如果您在的话可以直接开麦发问，谢谢。老师好，那个我想请问一下，就是我之前有问过你，但是我想就是再问一次，就是说假设我现在每个月就是想丢，就是说像因为我人在台湾，就是丢20000的钱去定额买0622，然后这样的话我测试过一两个月，目前应该没什么问题，因为其实我生活比较单纯，不需要额外的花费。然后但是因为我之前有想过说，因为我是公务人员，我想要做信贷，然后信贷之前好像是台币80万没有保人，7年偿还，然后一个月我看好像连本带利应该是还10000出头，等于说如果我自己丢20000的薪资再加10000多的这个连本带利的还这个信贷的钱的话是30000多，但是30000多的话我觉得，因为我之前有跟老师提过说，就是我可能会有一些其他兴趣或有一些转职的考量，所以我想说如果这样做的话我会不会把自己就绑死了，所以那时候老师有给我建议说，就是我可以改成假如我20000是固定是没有问题的话，我可以一半就是10000块的就是去一样从我的薪资里面丢进去那个0662，然后一半就是用那个可以一样可以去借信贷。但所以我还是就是我后来考虑了一下，我还是没有办法做决定，然后加上因为最近会升息，然后我不知道说会不会这个升息会不会影响到我的决定，还是这个不太需要考量，因为信贷原本利率就很低。然后我第一个问题是这样。我看你还是不要去信贷了，因为你就慢慢投吧，因为你还要换工作了，你现金你一换工作，如果工作换得不顺的话，那你就又没工作，那你根本信贷就还不起了，这个就不好，所以会有现金流的问题。你先把自己的资金
至少 build up 到一千万的话，那你就安全了嘛。那时候你要去做信贷，再去做锦上添花的事吧。好，那老师想请问一下，像借钱是尽量就是还不要还本金的借钱最好，只还利息最好。那像对于一些，例如说我们刚入社会的这些年轻人，如果一开始白手起家，需要信贷这东西，如果像我刚刚讲，是因为我可能换工作或者一些其他的因的一些变数存在。如果今天没有这些变数存在的话，信贷的东西它要还本金，那这个是对于说我们早期资本快速累积的过程中，是算一个好的选择吗？信贷通常是七年呐、啊，你只要保证你七年不换工作的时候，你再去做这个事。好，谢谢。那我想问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这个问题可能就是我不太懂，那我想我还是想问，就是说，因为我知道，就是我现在也是相信，就是说长期投资，因为毕竟我这股市小白，不想做太多的操作，那就是我们一直这样买，一直这样买，那这样会不会说就是很多人都买这个 QQQ， 或者像我在台湾的话就0662，那很多人都一直买，那到时候会不会什么泡沫还是怎样的？对啊，我想问这个问题。不会了。不会，美国的市场够大了，没办法、你们不会买到，你们的力量没那么大了。买指数的力量没那么大、买指数是小众。好，谢谢。那我的问题就到这边，谢谢。好，谢谢于俊。下一位是浩清，浩清，如果您在的话，可以直接开麦发问，谢谢。James 老师你好，我是浩清。那今天有一个小问题，然后请教一下。就说我们按照建老师的做法的话，我们大部队都在 QQQ 里面，但是这种投资方式的话就是有点平淡无味。那假如说我们手上还有一点小资金，就把它当作是一个狙击手一样，大概3-5% 的总资产。那目前看到马斯克他不是要买那个 Twitter， 那他的价钱是$54要跟他买，那现在要跌到$40的话，就以这样来算的话，是不是在买了他的这个Twitter 之后，然后过一阵子他买掉之后，就是资金进来之后，这个相当于可以赚30%+，那个是不是一个投资方式，就是只是说玩玩好玩而已这样子？谢谢。我是不建议啦，因为好玩而已，你就去 Las Vegas 玩可能还比较舒服一点。但是这个就是赌博的话总是会有风险，这个看起来好像是几乎没有风险，好像 guarantee 可以拿到这个费用。那个这样子的问题你就可以不用问我了，对不对？这个是你自己决定的。是，但是我是说，因为我认为是这样，但是不晓得说这个到底有没有风险在里面。当然有啊，而且风险还蛮大的。如果有风险的话，就是俊老师可不可以跟我们share一下？那一龙明天就发个 Twitter， 我 give up。但是他 give up 的时候，他有说他要赔那个1 billion。那没关系啊，1 billion 对他来讲是 piece of cake。他如果觉得那是一个 hustle， 一个这个烫手山芋的话，就用1 billion 去解决，总比用46 billion 去解决来得好吧？啊、对，但是如果他真的赔了1 billion 的话，实际上对 Twitter 的投资者也是一个福利嘛，就是说他也是按照这样比例来算的话，也是一个很大的资金在那里。对啊，可是问题是 Twitter 就跌到20了。了解，比如说不管怎么样，还是有一点风险就对了。不是风一点风险，风险很大。哦 ，OK， 所以就说，因为我有时候看说，那个有一些那个那个有点像投资公司，他们要买另外一家公司的时候，他的买价定成这样，可是像目前他的股价好像都还没办法达到他们要买那个价钱，可能就是有人就认为说这个有风险在里面，所以说不愿意付到那么高的那个费用去买他的股票嘛。这个就是你如果没办法用估值来算的话，都是投机。你如果只是想买的，有人用高价给你卖的话，就是投机。那你如果会用估值的话，那就是投资。就是这样子而已。是同意，对，因为我才讲说我们大部队都在 QQQ， 但是就说平淡无味的时候，有时候就是找一些狙击手帮我们就是好玩这样。对啦，你说好玩好玩，那就我是说你就不用问我你要去 Las Vegas 玩，还是你要去欧洲玩，还是要去 Disney 玩，那个真的是个人的意志嘛，
我们谈的是正规的投资了。好，谢谢，谢谢郑老师。好，谢谢浩清，谢谢 James 老师。最后一位是 Alex， 如果您在的话可以开麦吧，我谢谢。老师好，大家好。刚一直在听，我想先分享一个我的一点体会，就是我觉得学老师这课一个重要的价值所在，确实是不能增加收益率，但是可以让你知道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可以让你避免损失，就是会抛弃一些这个幻想，不会想着，哎，一个指数回报更高的这个收益率，你就不会乱操作，慢慢长期来说还是会赚钱的。我也是秉着这样一个这个思维，一直在理念来操作，完了，我下边我就想问一下，这一轮股市回调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纳斯达克已经跌了26%了，完了标普500也跌了16%-17%，将近20%了。再结合一些基本面的一些重要的变量，就是感觉我个人感觉啊，我感觉它这个离最低点应该是不会太远了，应该，如果没有黑天鹅事件啊。有黑天鹅事件，那就当然就另说了。就是我感觉我现在的仓位有60%-70%吧，我想最近就都给它加满，都给它加满。如果说真要说是再往下跌，纳斯达克跌到30%，我是想稍微给它上点杠杆，完了也不上多，顶多上到个2倍，完了就是极限了，就等着了就。完了，想问一下老师，这么做风险大不大，靠谱不靠谱呀？风险非常的大，2倍杠杆那可是会破产的哈，不可以做，不要做。我不知道你所谓2倍杠杆是什么意思，你是要买2倍杠杆的指数，还是说你100万要买200万的 margin， 这个是不同的 story。 Anyway， 杠杆不要做了哈。那你只要懂得估值的话，我认为说你只要懂估值的话，你就知道这里已经非常便宜的。你要知道 SP500 就是它的今年的 earning per share 是225块嘛，225块如果是用正常20个 PE 的话，那它应该是4500点啊。所以今年 SPY 到4500点应该是有机会的。那你说估值用 20%、高估的，那用 17% 好了，那也有3800点。所以这里4000点你今年在这4000点里面买，你最多也是最多会亏 5%， 就到年底。最高你可以赚到225乘上 20% 的话，20个 PE 的话，你会赚12% 嘛，所以你在这里买的话， downside 就 5%， upside 有 12%， 其实这种估值来讲是算 蛮好的回报率了。你 downside 就是3800嘛， upside 就是4500嘛。那你在这个，当然如果有跌到4800，当然是那个时候你就没有当比较没有当赛的问题了哈。所以你们当然如果学会估值的话，你们就会发现说估值其实蛮好用的当市场跌到当初上个礼拜有跌到3858，那个时候你应该是勇敢的买，至少不会在那个时候卖掉，因为那时候的估值就是今年的低点嘛。因为 15% 的 PE， 15个 PE 在 SPY 来说是 SP500 来说是相当便宜的。那 upside 到 20%， 你将近你如果3858来买的话，那到4500减掉3858除以3858，你有 16% 所以我跟大家讲你学什么东西，什么景气循环啊，什么什么央行升息啊，什么
都不重要，因为巴菲特跟你讲央行升不升息跟他没有关系，他所专注的就是他投资的东西的估值。那你不要 你个股的估值比较难算，个股就是有成长率的估值嘛，你要用特斯拉用100的100%的成长率，还是用600%的成长率，还是用50%的成长率，那个估值出来的股价都不一样。可是你如果用 SP500 这种估值来看的话，其实很容易估出来，而且不太离谱。所以你要知道今年的股价应该在3800到4500中间，然后 SPY 合理价位就这样子，那这个很容易估嘛，那明年再增加 10% 嘛，就这么简单。所以这个当你会学估值的时候，你就会可以很稳定的投资。所以我们的投资教育就是让大家没有恐惧也没有贪婪，那只有心如止水，那持续获利，这就是很安全很平安的很安心的获利，这是我们的教育的宗旨。然后我们 不会教大家说操作那取得多余利润，也不会教大家去投机。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都是只投资 QQQ？ 那你说 QQQ 我才那么短的时间我没办法预测，那你就投资 SPY 嘛，那就可以预测了、至少100年的历史嘛，好不好？那我不知道 Alex 你的问题是不是这样子就结束了，还是我有什么没有回答到的？谢谢老师。老师刚才讲的这个靠估值来买卖，就是我有点疑惑的，就是因为估值这个东西如果说是大家都这么认为，可能是这个东西确实很管用，但是这个东西估值这东西灵活度很大，就是好多市场参与者我不太确定他是不是就是按这个来弄，大家都这么弄他管用，但是都不按套路来，那 这东西就靠谱不靠谱我就是表示怀疑，就是想问一下市场的参与者里边有多少这个比例，是不是还是不是这些大的专业性机构他们会把这个估值作为一项这个非常重要的参考变量来进行这个买卖决策如果说他们是这么弄的，那在市场中就是说是很大部分主要的买卖力量的一个比例应该就是说按这个套路来的，那这个估值理论就是可以作为一个买卖的参考。如果说好多机构他也不按套路来，那这个还管用吗？这个估值我就想了解一下。我跟你讲大部分的人连这些机构很多都是凭感觉了，所以估值才有用。如果大家都用估值的话，那这个股价就只有一条线，不会有波动，只会有一条线。所以你看股市会有波动，就是大家都不照估值走。所以为什么巴菲特可以赚那么多钱？因为变成是一个大家都不照估值走，所以市场是一个没有效率的市场。那市场是一个没有效率的市场，所以有 under value 有 over value， 那巴菲特才有办法赚到大钱。所以巴菲特说如果是一个市场经济市场效率市场是有效率的话，那他跟那芒格就应该去捡垃圾了，就是因为市场是没有效率，大家都不照估值走，所以他们才有利可图所以 Alex 你要学会跟巴菲特一样懂得估值，你才不会有 panic， 你才不会有 greedy， 你要了解了吗？谢谢老师。好，谢谢老师。我讲一句我自己我有一个感触在这个世上成功人士你要是随大流的话就不会成功。谢谢。好，谢谢 Man 的分享。那今天也非常谢谢大家就是上来提问，然后有一些朋友就是他们有举手发问却不能被拉上来，就是Clubhouse 的一个 bug， 所以很不好意思。那我们也看到就是其他的朋友在 Room Chat 里面的发问应该都已经被解决了。那 James 老师在这个房间结束前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
没有了哈，我还是很高兴大家能够提出问题。那有些问题我没有给你们很满意的答复，那我也觉得很不好意思。可是有些东西我真的是也没办法答复，就算答复也没办法在这里讲很清楚。那大家可以来上课，我们整套的课程会今年都会上完。那台湾明天早上9:30哦，礼拜天9:30，那梅西的6:30哦，今天晚上6:30，会有一个技术分析的概论，你们可以来学，学了不是要你们操作哦，学了是让你们懂什么是技术分析，那你知道外面人在讲什么，你才不会被人家迷惑了。我常常讲说，我们上课的整个16堂课或是15堂课。它不是一个药方，了解吗？你们懂的知识越多，它不是一种药，它比较更像是一种安慰剂，让你感觉舒服，可是它不是药。就好像技术分析或者是景气循环，你感觉它有效，其实它是安慰剂，所以你感觉它有效，其实它不是药、哦、大家要理解这个知识，在投资里面通常都不是药，对一般人来说都不是药，它都不是一种方法，它只是一个安慰剂而已，让你觉得你好像懂什么，知道的比别人多，所以让你觉得安心，你会去操作，这是错的。那可是我们的教育说，你学越多，那你了解那是安慰剂，可是你不要去用、哦、你只要知道哦，这个跌到这里那差不多了啦、哦，那应该就不会再跌了，或者哦，涨到这里是有点涨高了。可是我们什么事都不能做，因为我们不操作，因为在美国，尤其在美国操作就要缴很多税。那有的人说我在退休账户是不是可以操作？哎，你是可以操作，是省掉税了。可是我还是回来那一句话，所有的技术跟所有的知识在投资领域里面都是安慰剂，除非你真的懂估值，这个是巴菲特唯一教大家的，除非你懂估值懂价值，那你在市场没有效率的时候，你可以多得到多余利润，这是巴菲特所做的事。可是我也没有期望大家都做得到，而且我认为大家也都做不到，既然做不到那就不要做。所以我们的教育就是很简单，什么都可以不用做，也什么都可以不用学，你只要相信指数投资长期就会有回报 10% 的回报。那你如果不相信 QQQ， 那你就投资 SPY 好了。那你只要能够接受短期市场会下跌，可是你相信长期20-30年市场会上涨，那你可以什么都不用学，那你学了也没有用、哦、这是我一直跟大家讲的。那不是针对所有的人、啊哦、我谈的可能 99% 人都适合这样做，那有 1% 的人可能想要积极的学习，他可能真的可以做的比较好一点，我也不反对，可是我只是跟 99% 的人讲不要去做，就这样子。那你如果觉得有需要知道更多，你可以得到多余利润，我也不反对，当然可以去试试看，那之后你可能会有一个结果哦、这个也是可以做，反正人生嘛，总是有些事情不认为，那就得自己要去闯一下、也可以，也很好、哦、也没有问题、哦、好，我的补充就到这里，你们看我的 bio 就会有那个今天的课程的 room 的 ID 跟 password、嗯，好，谢谢老师。那不好意思，因为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然后刚好有一位朋友上来了，那我们让这个朋友问完他最后一个问题，那我们今天这个房间就结束。所以Ming，如果您在的话，可以直接开麦发问，谢谢。这位Ming Line，如果您在的话，可以开麦发问。按右下角的地方可以开麦。Hello，Hello，谢谢。听到吗？听得到，可以直接说。嗨，郑老师你好，我来过你 Clubhouse 2-3次，然后你们一直说那个 Prague 吧，你那个东那个loan 那个应该去哪里申请？你看那个留言里面，我有把那个 Charles Schwab 的 Pledge 的连接给你们，你们去了解一下。那你是在美国还是在哪里？我是在美国。
哦，对啊，那你就去 charge up，你去开户，那你的资产放在那边，嗯 ，blockage account， 那你可以就申请 pledge。OK， 那所以我，但是我现在的账户都是在 Fidelity 跟那个 Burning Age， 那他们那里面没有这些东西，对吧？你问问看啦，我听到的好像是没有了。你如果没有的话，你可以把你的，你到 Charles 开户，你把你的股票汇过去，你不用卖，你可以把它 wire 过去，把你的股票 wire 过去就好了。Okay. 嗯。OK， 这个明白。还有我想再请教你第二个问题。那我现在就是就是全部的 holding 有50%，然后另外一个50%大概是 cash。然后那50%呢，我买的是 QID， 就是 QQQ 的两倍指数，现在就是大概有浮亏大概28%这样，接近30%，然后我现在的年龄大概43岁，然后我每年除了所有的会员之后还有10几万的收入，然后我就想请问一下，现在我对这个 market 就是又很 fear， 然后有时候又很 greedy，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有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我想听听你的意见。好，你当初你就买了一半的资金买两倍啊，另外一半现金，那你应该是反过来，就是不要买两倍，你应该买一倍的，那全部进去就可以了嘛，哈。好，那我跟你讲哦，你现在就是这样子，就是你哦，第一个，我们先处理那个50%的现金的部分哈。大家，我把这个事情讲一下哈，大家。一直认为我讲 all in all in 就好像立即马上买进，这是不正确的了，我要澄清一下，就是我们所谓 all in 就是说你资金买完就好了，就叫 all in， 你怎么买、okay. 你怎么买这个其实不是那么重要。那我有个概念，这也就是概念，每个人不一样，可是你可以看看这个概念。我们第一个就是你是怎么买，就是市场永远是上涨哦，资金当然是越早进去越好，这是期望值越高，这大家要理解这件事情。那假设你的资金很早你就有进去了， 你就已经进去市场了，那你在市场也赚了很多钱了，假设你是3年前或5年前你就进了市场，你赚了很多钱了，那你现在 每个月或每年可以多存10万块的话，那你就有钱就给它买进去，已经赚很多了嘛，对不对？所以有钱就买，有钱就买，这是你已经进入市场而且你赚很多钱的人，那你就你已经在市场有300万，那你现在多了10万，这10万块其实在哪一个点买你就无所谓了，就有钱就给他买进去，这就是已经在市场很久而且有赚钱的人。假设你已经在市场啊没有赚钱的人，哦 ，OK， 你是市场，你在市场你又没赚钱的人，那我是认为你就不应该一下子就把资金就全部投进去了哈。哦，你如果你过去有一半左右的资金在市场，okay. 啊，剩下的资金你可能就要，因为你是亏钱嘛，不管赚钱亏钱，你有一半在市场，那你还有一半在外面， okay. 那你应该分3个月分批进去啦，最少分3个月，你不要一次就进去。Okay. 哦，那你因为有2倍的，那所以我认为你应该慢慢转一倍，所以你应该是 ，OK， 比如说每个月。你分3个月，那3个月差不多12周，那你就算10周好了，那你就每个礼拜放 10%， 可是你应该把那个双倍的解掉。OK， 哎，把它双倍的改成一倍，所以你变成说双倍的卖掉，那买一个10万进去，了解这意思吗 ？OK， 嘿，明白。对，你卖10万，那加10万进去，你就再买20万进去一倍的，那3个月把它处理掉，的双倍移开，哦，了解哈。如果你都从来没有投资的，就是你在市场，这个今天是小白，你听到我们的节目，那你就不要 all in， 就你应该是什么，把大部分的资金，你都是现金的人，你应该分半年进去，因为你完全没在市场里面，所以你应该用半年进去，哦，那无论如何买。Okay.只要你打死不卖，你早晚所有资金都会买完，这个叫 all in，
了解完 all in， 所以 all in 不是大家传的说 James、okay. 大家就有钱立即马上买进，不是啊，我 all in 就是说你买完就好了，这叫 all in。 那你如果已经在市场的大部分，你已经投资十年了五年了，那你资金都在市场，那你现在多了三万五万十万，你就 all in 一次给他买进去，你也不管市场。那你如果只有一半的话在市场，那你应该分三个月把它买进。那你如果是投资小白，从来就没够投资的话，你最好就用半年的时间慢慢把它买进去。就这样子是我跟大家比较 general 一般的进场方式了。那也不是铁律、哦、你们就怎么买都可以。你是我常常讲，你是跳着踢踏舞买还是跳着 tango 买都可以，只要你买完就不动了不卖，那叫 all in。好、哦，了解、哦、这是面我跟你的回答，好不好？有没有这样可以吗？好的，谢谢，谢谢你郑老师。呀、yeah, ，这个 all in 这个我重新理解，呀、yeah, ，很感谢你。Yeah. 好、啊，谢谢 Mick。嗯、啊，谢谢你。谢谢 Min， 然后谢谢 James 老师。那刚才 James 老师应该已经就是总结有分享过了。那我们这个房间的时间我们会一直停留到那个03分，就是两分钟之后。那如果对我们今天的讨论是有兴趣的话，我们这个房间结束之后会有一个回放，大家可以进就是 James 老师的这个 bio 里面的往下看，就会到时候就会看到。然后米会把这个内容上传到 YouTube、Bilibili 上面去，让大家可以在各个不同的国家都能够看到。谢谢。好，谢谢所有的 moderator， 还有谢谢所有提问的朋友，还有谢谢大家的参加。好，那我们下个礼拜见。好，再见。